镇南宫的妈祖，还有宁草做的草席与草帽，相信这是观众朋友对台中县大甲镇最深刻的印象。可能有不少观众朋友不知道，大甲也是台湾芋头的重要产地。农历七月，芋头逐渐盛产，香香 QQ 甜入心坎的甜蛙汤是一道老少咸宜应景的祭品。小时候地表靠以昂阿飘的时候，你有没有兴奋地等着把布把布美蛙冰的来呢？日据时代因为战争的关系物资缺乏，所以芋梗也曾经是蔬菜的重要来源。芋头深深地融入我们生活文化当中。有一首很有名的台湾民谣，天乌乌要落雨，阿公阿爷低头要骨乌。事实上采收芋头如果这么大费周章的扛着锄头来顺餐桃，那可是很累人的。那么到底他们是如何栽培与采收芋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大甲这个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小镇，位于大甲溪和大安溪流域的平原上，土质肥沃，是农作物生长的好地方。说到大甲，许多人会立刻联想到大甲的妈祖及大甲的草帽草席。大甲妈祖庙镇南宫相传建于清雍正十年，迄今已经有270年的历史，是大甲镇人文发展及宗教信仰中心。而早期的大甲宁草则造就了草席及草帽的辉煌历史。您看这位国宝级的老阿嬷编织草帽艺品已经有80-90年的历史了。从她接到新传奖的那一刻起，大家才逐渐知道文化与传承的重要。这不会都做啊，啊都做啦，不要人操机啦，啊不要机这种人操班啦啦，不要操班操班啦，我那个阿婆，如果机正我哩做，来一下，机子正装我滑做，啊我做最后已经搞啊像，家家哩讲你提点嘛别看人爱嘛，啊我提起，点嘛提两溜米线好吧，安尼，啊都做安都做。今天大甲芋头名闻遐迩，芋香遍及全台。其中著名的九份藕泥、糙藕藕阿冰，大都以大甲芋头来作为原料。大甲可真谓是芋头的故乡。芋，俗称芋头和藕啊。是一种天南星科多年生的宿根性草本植物，为一年生作物，球茎就是俗称的芋头。芋头的原产地在印度及亚洲东南部，由于营养丰富，含有大量的淀粉、矿物质、维生素，所以向来为热带地区岛屿居民的主要粮食。在根茎类作物当中，芋头的重要性仅次于甘薯及马铃薯。除了可以当作主食之外，也可以做成甜点或者是冰品，更可以当作蔬菜来食用。台湾芋头的栽培早年是由原住民自东南亚引进，后来大陆居民移民来台时也带入了许多的芋种，而在日据时代则又传入了母子兼用的芋种。
目前台湾全年都有生产芋头，栽培面积也已经超过3000多公顷，年产量维持在5万多公吨，是很重要的根茎作物。主要产地集中在台中、南投、云林、台南、高雄以及屏东等地区，生产季由屏东往北，自5月开始一直延续到10月，都是品尝芋头的最佳时机。芋喜欢高温多湿的气候，具有耐热耐湿的特性，对土壤的适应性较一般的作物广。举凡水田、旱田、山坡地或者是新垦土地均可种植，更可以于果树行间、葡萄架下、蔬菜中间栽种。而土壤酸碱反应适应性也很广，从 pH 4.0 到9.0的壤土都能够适应，其中以 pH 5.5 到7.0的壤土为最佳。尤其在土层深厚、有机质丰富、保水力强的壤土或者是黏质壤土中，根群发育良好，所以品质佳、产量高。由于土壤含水量对芋头的生长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最忌讳表土浅薄、保水力弱、容易干燥或过于黏重不通气的土壤。芋头栽培方式可分为旱芋栽培、水芋栽培，以及近年来高雄区农业改良场新推广的半旱式栽培法。由于半旱式栽培前期采水田栽培管理，可以满足生育初期芋头对水分的需求，同时可以抑制杂草滋生，减少分播数，使植物生长快速。后期种植大约3个月后采旱田栽培管理，可以节省水源，促进土壤通气性与根群发育，减少肥分流失及避免球茎进水发生软腐病。坚取水旱田栽培法的优点，是目前值得推广的栽培法。芋的半旱式栽培法和水稻相似，生长过程则可区分为萌芽期、幼苗期、发育期以及节育期等4个阶段。芋在种植后4到6个月为营养生长最快速的时期，此时期叶面积、叶数、地上部的重量均显著增加。在3到5个月时，球茎开始形成，6到8个月时，节育的成长最为快速，8到10个月时由成长高峰进入成熟期，此时叶片逐渐黄化或枯萎，叶形变小，养分流回到茎块上，同时株高变矮是采收期的指标。尤其在生长过程中遇到气温高、雨水多，芋头植株的生长可达2公尺的高度，而且品质、产量都会提高。以下就是芋头的合理化施肥的推荐情形。水芋栽培时，施肥可以分为基肥及追肥2种。在基肥部分，整地前先将芋田区充分灌水，并施撒有机质肥料
及化学肥料，同时以一眼机将残株杂草一同翻犁入土，当基肥来使用。一般基肥的推荐用量为有机质肥料每公顷20公吨，化学肥料为硫铵600公斤，过磷酸石灰400公斤，另外氯化钾200公斤。在这里，育农们要注意，育苗在种植前必须先排掉育田里面积水的部分，以免育苗在种植之后会产生倾斜或者是倒伏的现象。至于追肥的部分，必须在种植后6个月以前，也就是芋头生长最快速的时期内施撒完毕。在为了节省施肥工资的情况下，追肥的施用可以选择5号复合肥料，而施肥的推荐量为3200公斤。农民们可以分为8次施撒，每次施撒400公斤，并于种植之后每隔20天施用一次，分8次施用完毕。在这里，农业改良场特别要提醒农民，氮肥如果于生长后期施用，会延迟淀粉转化、累积及球茎发育，增加根群及叶部持续生长，这会降低芋头的产量与品质。而多施有机质肥料，则可以增加芋头的香味、口味以及质地。我们家哦，种芋会使种超有30年的历史啊。啊，以前无改良场来搞阮指导哦，大家拢唔敢落着这个机会啊。啊，从这个改良场来搞阮指导这个合理化的施肥哦，伊有着这个机会啊，啊，才是会做好。啊，伊个合理化的施肥啊，伊都起码伫要种地，伊都落落去。啊，种地落了后，伊若播了后，差不多2个月伊就开始堆肥啊。啊，那迄阵改良场也无来甲阮指导哦，阮拢基肥也毋敢落啦。啊，播了后，就3个月就甲咱这个基地谷物肥才敢落肥。啊，迄阵啊，大家讲啥？那早落肥啊，讲啥芋啊，拢会多心啦。会种袂起啦，啊！不过这个从改良场来甲阮指导这个合理化施肥了后，照改良场甲阮指导落基肥，啊！搁播了后2个月就开始堆肥，啊！芋仔咧水个足紧，啊！搁这个叫做在即卖哦，在厝边哦，在芋仔农大家看到讲啊，安尼都落基肥都较好，啊！提早堆肥嘛较好，啊！即卖来。拢真侪啦，即个厝边哦，真侪人照安尼咧做，啊做了后，大家成绩拢真好，啊落起来肥下边搁较省，啊产量也搁较侪，啊迄个产量啊，照用过阮家己落的肥起来哦，一分地爱加收差不多300-400斤，。台湾芋头的采收目前仍靠人工挖取，天才刚亮，芋头田里就已经开始热络起来。采收后的芋头在依外形的大小、品质的差异，分级装入麻袋中，随即运到各地加工厂加工，或者是到果菜拍卖市场进行销售。由于大甲土质
为沙砾和黏壤所组合的冲积土，土质肥沃，非常适合芋头的生长。而同时饮用不受工业污染的大安溪水作为灌溉用水，加上独特的溪口气候，孕育出槟榔新种最优的品质，以香松为其特色。为使芋头农产品能够多样化行销于市场，在农业单位的辅导之下设立农产加工部，并以原香味品牌行销市场，深受好评。一般市面上最常见的芋头有面芋、里芋及槟榔心芋，其中槟榔心芋可以说是台湾芋的代表品种。槟榔心芋属于母芋的一种，球茎纺锤形，果体中等，表皮层棕褐色，内为白色有紫红色纹路，肉质较为粗松粉质，但是香气浓郁，目前是最受消费者欢迎的品种。另外还有一些不同的品种，像是吃叶饼用的品种，而芋头的叶饼台语就叫做藕槐，客语叫做芋藕，其风味独特，深受一般消费者的喜爱。由于芋头的淀粉颗粒极小，仅为马铃薯淀粉粒的十分之一，而且营养丰富，含有大量的淀粉、蛋白质、糖、维生素、矿物质以及皂素。在一般的食物当中，芋头的含钾量是最高的。如果人体能够大量摄取钾，则有助于钠排出体外，利于血压的下降。而芋头所含的矿物质中，氟的含量也相当的高，所以常吃芋头也可以防止牙齿的退化，所含的纤维质也可以预防便秘。芋头本身它是一个含有相当丰富的这个淀粉质的一种食材哈。那就是我们把它去皮以后，可食的部分哈，大概六两重，也就是差不多大概220公克左右这样子的一个芋头的量哈，它就相当于我们的一碗饭，一碗饭的热量哈。那所以我在想，就是说，因为它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主食的选择哈，大家可以在每天的这种不同的主食里头，也可以去互相搭配哈。那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主食的一个来源哈。那除了很丰富的这个淀粉质之外哈，芋头本身它也有很丰富的纤维质，膳食纤维哈。大概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六两重的这个相当于一碗饭的这样子的纤维质哈，大概就有5公克哈。那这个5公克的量啊，相当于我们国人的建议量，就是每天20到25公克的1/4到1/4的量，所以是一个相当丰富的一个膳食纤维的一个来源哈。那膳食纤维在我们人体里面到底有什么好处哈？它可以帮助我们肠道的一个蠕动，好，可以促进我们的排便哈。芋头它本身的钾离子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哈。那钾离子的含量比较高，其实对某些人来讲是有相当好处哈。所以譬如说有一些高血压的患者，他有在食用一些利尿剂的时候，通常会有钾离子比较偏低哈，或者是高血压的病人，我们本来就希望他多摄取一些钾离子哈，是对他的血压的控制是有帮助的哈。那对这些人来讲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当作主食的一种选择，可以跟其他的米啊面啊东西替换来食用，是蛮好的。那大家可以就着自己的一个身体的状况，你的热量的一个需求哈，去做一个选择跟搭配，那这是一个蛮好的选择。芋头的烹调方法相当多，芋头糕、芋头排骨、佛跳墙、芋仔米粉，到甜食的芋仔饼、米糊、芋仔饼等等，都是风味独特的美食佳肴，更是消费大众的最爱。
一般在购买时，只要注意新鲜干净，外观形状正常，都是属于上品的芋头。大甲著名托卡斯，原来是平埔族的话。明朝永历十五年，郑成功的部队在大甲溪下游屯田开垦。早期大甲溪流每逢夏天、秋天换季的时候，都会发生洪水泛滥，淹没良田。清朝道光年间，淡水厅参将黄千泰有诗描写大甲溪：富海水性急，急流山色行，忽然穿甲出，江过作履声。欢喜沙谷下，微旋桂玉精，水灵饮不醉，永处会变仙。民国五十二年，葛洛里台风，洪水泛滥，流失良田千甲。大甲农民很快地重新建设家园，本人腹中也能载舟。虽然洪水被泛滥，大甲农民便利用这样的水利环境种植水稻。十年前，大米生产过剩，为了地方的繁荣与产业永续经营，农政单位与农会便辅导农民种植芋头。因为国内栽培面积最广的槟榔新芋容易感染黄土病，所以农业专家便研发出高手一号新品种，根群发达，块茎大，抗病力强，顺应天地，开悟成悟，供养人生。大甲的农业经营史反映出农政单位与农友们在这块土地上的艰难奋斗，自强不息。感谢您今天的收看，各位观众朋友，乡间小路下周同一时间再见。